我 Amy 哈，所以恁也伫咧楼下看到我，会当叫我 Amy 无问题哈。台湾教师联盟30年前为林湘波老师开始创始的会长，一直到今嘛30年啊，真坎坎坷坷，真无简单。为古早街头咧讲演讲，台湾无款。真艰苦的过程，一直到今嘛30年，所以我要答大家说多声，感谢大家来阮30周年的纪念参会，阮的感恩参会，感谢。30年前，台湾教师联盟，这个时阵是有一个 slogan 哈，你给我50元，我给你一世人。什么意思？真艰苦的。迄个时阵，台湾教师联盟是教育团体，为着要对抗威权不公不义的体制，走上街头，跟不公不义的威权在奋斗。要过30年以后，诶，台湾教师联盟，阮本持对台湾本土教育的认同，深耕咱的教育界。所以我常常说，今麦台湾教师联盟是3.0的台湾教师联盟，我们一直都在为我们的人权跟我们教育的体系一直在奋斗。今麦我要带大家先报告，咱即届台湾教师联盟的参会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阮即届全部拢有阮家己联盟的少年人来做主持。都在恁看到诶，陈兴是台大的3年级的学生。第二端，咱有朱玉璇同学，伊是台大的2年级的学生，今嘛是阮办公室的主力。我要我们办公室继续年轻化。第二个，咱即届表演的节目，全部拢是由我们联盟的老师的家人。好，那是伊的孙呐，那是从前老师伊教过学生来担任演出，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要我们的台湾教师联盟年轻化，这样子才会有继续奋斗的这个目标哈。啊，第三个，这次也是我真感谢一项代志哈，我即个要义卖2幅画，我先甲大家报告哈。那2幅画今晚写在外面哈，在门口那里，等一下会搬上来哈。2年前我接台湾教师联盟的时阵是非常意外的，金泽郎怎样记得感情哈，是非常意外的接任的这个理事长。好了，我怎样讲？那台湾教师联盟有很多杰出的老师们，慢慢我跟大家开始熟悉了好哈。我发现陈来新老师。金武庙画家陈来新老师是阮联盟的宝贝，我一看到哈，伊即下起来哈，大家会，伊是阮的宝贝哈。啊，我同陈来新老师讲，来新老师，你知影阮联盟是 NGO 社团的法人哈，真正是无钱哈。啊，阮除了募款以外，我敢会当麻烦你给我一
两百块会当给我来义卖，做阮人民的用途。二话不说，就请我到彰化业处去选两百块。伊头讲，李处长，你有需要，只要人民有需要的时阵，你就来阮家摕位就好啊。感谢伊。好，这是阮高雄人民的传统哈，永远打不倒的。今日的台湾，今日的教育，明仔载台湾，咱继续拼，咱一定当行到咱希望的台湾。感谢。今嘛，我咧介绍咱第一头前的贵，大家都是阮的贵宾哈，因为我头前的大道，我需要介绍一下哈。第一位是迄个李登辉民主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张灿宏先生，掌声。第二位是台湾之友社的董事长，也是总统府的资政张富美之，你打过一个完。好，第二位过来是那个台湾国家联盟的那个执行长，今嘛是周福南执行长。要跟我们非常尊重的这个政治大学的教授庄国荣教授，然后我们非常跟着我们联盟真的做了好多事情的范云立委，还要跟我客社的社长陈彩仁社长，还要跟我台湾小小弟李川兴社长。还有客社从前那个荣誉社长是张景生社长，张叶生社长。还要跟我总统府的OK 好啊，今晚要跟我的主任监是温桂林校长。还有我们敬爱的那个徐雪姬教授。蒋维文教授，台史馆的那个台南成大台史馆的所长蒋维文教授，掌声。然后南社的副社长于景登律师，掌声。啊，还有田妈妈，田妈妈一直在啊唱歌，你来无叫我，快些。来，谢谢田妈妈。好，另外。我要再介绍我自己觉得说对我来讲是最珍惜的老师桌了哈。我们的右面后面这三桌哈，是我觉得是为什么 Lens 三十群民的这个参会让我觉得很有感触哈。第一位就是林双布老师。是不来讲，应该在我的边啊做主桌。伊讲我无爱，我要去跟我的亲友团聚，所以我不勉强他。林双布老师跟他的家人，好，呀，当然要跟我林双布的弟弟，好，这些大家都这样。过来后边去都是咱宜兰的岛，好，那宜兰的岛从那个好弟，好，就这老师张杰龙校长，感谢你。你的亲友团刚才从一直都是支持我们台湾教师联盟的宜兰的会员，再来高阿来迄道就是苗栗万里苗栗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当然，第一件我冇看到邱素梅老师，伊嘛是阮联盟的会员，感谢。这边冇就在李瑞明老师代表的会员，感谢。黄春义老师拢为屏东来。感谢你。还有那个李瑞明老师，好，我刚才有讲过。好，吕良吉老师，谢谢。好，我如果有遗漏什么东西，麻烦稍等再提醒我好吗？好，那今晚我请我的台湾高雄联盟的副理事长潘惠佑来介绍另外一桌。感谢李署长，感谢大家哈！今天是咱高雄联盟30周年生日快乐哈！谢谢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
今天就兴奋的日子哦，因为台湾教师联盟跟台湾的历史脉络跟政治教育一直走下去，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们期待迈向另外一个30年，一起努力迈进哈。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小组座的贵宾，首先是张宏禄委员的办公室主任哈，罗国信。好，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央党部社运部的代表哈，徐蔚哲。还有致宪基金会的副主任黄崇佑，他现在很红哦，现在是总统的那个奖的代表哈。还有就是那个台湾环保联盟的理事长刘志坚刘博士，谢谢。还有那个长老教会郑英娥牧师，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秘书长，谢谢。还有非常感谢我台大的学弟学妹哦，在后面那桌台大学生会、台大研协的会长，还有台大社团代表，欢迎你们。谢谢，那再交给理事长，谢谢。当然哈，每道都是咱台湾教师联盟的贵宾哈。啊，咱今嘛哈，把咱的茶杯啊提起来好吗？麻烦我的茶杯。好，好，没有茶哎。拍谁哈？等一下，菜差不多了，叫他出来了。好，来。好，咱把咱的茶杯啊。提茶拍摄吼，因为告诉人民袂当鼓励大家喝酒啦哈，所以袂当鼓励大家啉茶加水那个果汁而已哈。好，欢迎大家为了台湾告诉人民，大家奋斗，感谢，欢迎 ，Cheers。现在台湾教师联盟的参会正式开始，感谢。那还有我要补介绍一个贵宾哦，是我们新竹县哈，民进党新竹县的县议员的代表哈，蔡雅萱哈，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感谢大家哈，谢谢。好，我来多谢李署长甲副理署长甲阮介绍遮个先进。现在我先来听上一段创办人林双布老师林双布老师的介绍影片。林双布赚钱是伊的长远梦，目标是为台湾消除来的每当台湾的下个问题。以台湾历史变动上的历史来，伊成功与社会大改变。同时，社会马上中央在一年把四十亿公民的利益贡献。市长的心跳过去，他没有来欢迎我。台湾的
人的心声都是因为大多数台湾女人的干政战都是干女人，因为一个外来政权他能够明目张胆来杀你的男生女儿的话，证明他对你的民族是非常瞧不起的，我杀你他们要怎样，那这个民族的人都看不起，就说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不是是分子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保持冷漠保持冷淡或者是故意保持谦道，以至于红发跟红发之间没有办法凝聚出一种让统治者至少尊重的力量，所以我是在别人的心声里面看到自己的感动。那今年十八年的联合会签，也做一个上有权力的台湾教师联盟，林昌富马上要去拍变化国事，伊也表示个对出家人的态度有超乎理解。林昌富话多好听，过来一代国民，新代国民，一起走一路，真的好，是的。拢讲甲足好诶，即卖阮就先请林昌富老师、昌富老师来甲阮念一段诗，谢谢昌富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咱教师联盟诶兄弟姊妹，大家好。阮诶理事长李慧生小姐知影我。含慢讲话，所以三个月前，伊就吩咐我写一首诗，讲摕来遮念就好，用安尼来表达对各位我上深的感谢佮尊敬。这首诗的题目叫做《小鸟行远路》，欢喜台湾教师联盟30岁。分作3节，一节有7行，总共21行。我即马都甲念一遍。小鸟行远路，行一条真惊真惊的路，行一条什么拢无的路。有人软脚，有人转去。嘛会拄到新泉水，洪水兄、万龙兄、江城、文恩兄，唔免惊险，免惊虎，斗阵也精致，盼望的精致，温暖快乐的精致，阿母台湾尊严徛起。鸟食鸟鼠、野山猪、花圃、草圃、海沙圃，落土一点也好。发芽生枝，慢慢大长结籽。点点行，一直点点行，光点点，盐点点，地基嘛点点。30冬一口气，规世人无几年，难道得去算啥物？欢喜有梦做伴，明达破门混乱啊，应愿兄，多谢大家。
师和我的诗，这诗吼嘛有伫咧三十周年的特刊，大家会当看一下。嗨，好，后来来，我来请范云、黄文、李化委员来甲咱讲几句话。李化委员。夫妻郎哈，那李慧生哈，李老师、理事长哈，还有咱创会的哈，大家拢就尊敬的林双部哈，林老师哦，那在座就最贵宾哈，阿刘伯一一讲哈，咱很多北社、台湾社哈，田妈妈哈，还有我们就最秉佑哈，还有咱那个资政哈，还有我们的大佬级的哈，张灿宏理事长哈，啊，最重要的是哈，咱在场所有的老师哈，大家好，大家哦，午安呐、啊、哈。好多田妈妈搞啊，提车吼，讲你讲话爱讲较慢啦吼。我平常时讲话吼，讲伤紧啦吼。啊，因为伫个大学教册吼，啊，立法院常常都用国语质询吼，所以台语袂认定吼。但是来家一定爱讲台语个吼，混连讲者吼。今仔日吼是足感动的吼。啊，咱秘书长讲邀请时阵讲，咱今仔日是咱台湾教师联盟三十冬啦吼。30年纪念，我想讲哦，今仔日我做最代志，代志一定爱来。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跟我跟台湾教师联盟是同一个时代啦，同一个时代。为什么讲同一个时代？哦，最近大家有去看一个展览叫《根》无？哦，台湾美术史的展览就精彩哦，咱台湾人一定爱去看。4月底要截止，底下和平东路哦，叶北师的那个museum 哈、哦。就是博物馆来对哦，从1920年哈，咱台湾美术史的那个甘露水公器哦，伊为什么叫庚哦？伊就讲吼叫庚是庚吼，那是咱什么叫党籍的时代？他为什么吼？那林双部吼，我做好心的时阵就知道林双部老师嘛吼，一直问嗲嗲借台湾教师联盟成立的办公室，咱开温好心文东的会议啊，谢谢哈，免费借给我们开会。为什么伊是老师，我是学生啊？即摆我嘛做老师啊吼！啊，大家各地，咱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吼，就是吼，咱伫个上黑暗的时阵哦，看到怎样伊是黑暗，但是呢，咱会使看到迄个光哦，为光行去，安尼咱就是同一个时代。啊，咱台湾教师联盟三十冬吼，一路走来吼，都为光的方向跨去，咱是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大家讲是不是？是吼、哦，哦，今仔日吼，麻烦甲大家讲，我小蛋吼被行走，为虾米？哦，因为那个西藏人他们在搜狗前面有一个游行吼、哦，我一定爱去。哦，为什么？因为咱讲西藏人吼、哦，啊，大家最近有看香港的时代革命哦，咱讲香港人哦，即挂站出来，然后西藏人嘛就可能的抵抗外权吼、哦，不断的抵抗，我们也是港籍的时代人。因为我们在看到光的时候，不怕黑暗，愿意站出来抵抗。啊，那咱刚最近的乌克兰的朋友哈，乌克兰我不是在因，但是因拢是咱的朋友，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光，不害怕黑暗，而且要跟大家讲，我觉得乌克兰人哦，因是因的抵抗精神，不是他们的战力撑到现在。哦，那些跨越混人哈，没有拿过枪的人都愿意拿枪，那个就是抵抗的精神。那台湾狼蝶1920年代的时候，也是那个抵抗精神，不断的抵抗外来的政权。现在我们要抵抗中共的政权，中共又跟俄罗斯联合在一起哦。所以呢，我刚刚哈，理事长哈，就是我们创会理事长到传承哈，我们的老师哦，也最近在。慈林义光教会见证他家族的故事，我听感觉就感动的吼。咱是咱台湾人吼，三代台湾人。我以前跟大家做会时阵是学生，今嘛是教授嘛是立法委员吼，要我们的下一代吼，咱到底往光的方向前进哦。所以我今天来是要吼，感谢咱教师联盟一路走来吼。带领我们走向光的时候，啊，咱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跟乌克兰站在一起哦，跟香港、跟土伯站在一起。我们相信哦，天光很快就会来到。感谢大家，谢谢。
好，我即摆来介绍三位贵宾哈。第一位是中央广播电台当署长赖秀如女士，嘿，感谢，感谢。第二位是前立委陈曼丽委员，陈曼丽委员，嘿，你厉害，我感谢。啊，还有一位洪清峰当署长，洪清峰当署长，感谢。好，啊，我都要再补一下哈，都要讲，哎，米丽奈博介绍。21世纪的妇女会，大家好。还有个水当当的姐妹们，大家好。好，恭喜啊！哇，就亲像迄范立法委员讲的，我外看到光，唔惊黑暗。咱即马吼，先来听一段音乐，由吴焕熙小朋友甲阮来表演弹钢琴。来看一段伊的影片。应该说，我看到可能，如果要有一些政策改变的机会，就是我观察的经验，可能要是有可能有民意代表，他愿意去关心，或者是政务官他有一些前瞻的想法，愿意去推动，或者是有一些民间的团体或新闻媒体持续的去关心，那我想这是几个方向。那我其实也都有在尝试，比如说我也去。各位前辈，各位贵宾，大家好。啊，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30周年募款餐会，一起来支持我们台湾教师联盟。那我现在是还在台大就读博士班。那其实刚刚的贵宾也都跟我们讲到说，吼，这几年我们看到我们国际情势的发展，不管是香港跟乌克兰，真的都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台湾的民主真的非常的珍贵，是需要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守护的。那我想在这个30周年很有意义的时刻，我们都知道。教育虽然没有办法立竿见影，马上就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呢，透过教育，我们在每一个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呢，希望在这个30周年的时候，我们未来台湾教师联盟可以一起努力栽培出更多我们热爱台湾、认同台湾、愿意一起站出来为台湾来发声、来打拼的人才。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好，咱大家即马就来欣赏一段
由单匹讲。我是第二阶段的主持人，朱玉贤。咱即马就来欣赏一段单匹讲先生所带来的国家的表演安尼，是阿贤啊甲品啊的表演。即马迄个单匹讲，伊即马咧准备伊的二胡甲伊的笛子哈，我先介绍伊一下哈。伊是阮中仑教会的会友。伊是有点视盲啊，吼！要唔过我常常听到伊咧拉二胡，还要讲吹笛子。伊每届拢用信息，吼，信息诶旋律来做这个代志。所以我今日特别邀请伊，特别为着咱台湾告诉人民，再来演奏四首圣诗，感谢。
呢？哦，好好好，拍摄拍摄。就是每那个小学生，我们会给他500块的奖学金，好啊，中学生800块的奖学金，啊，起码成年1000块的奖学金，所以欢迎各位在座的好几届你的囡啊、孙啊，有任何人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表演，都有奖学金，恭喜啦，来。金家好，安尼哦，安尼，阮请后来来，阮来请姚嘉文主政来甲阮讲几句话，好无？甲拍破啊，鼓励一下。
好，多谢会长、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稍等，听我讲一话好，莫伫遮。啊，我来来地主奖学金无？会长，好，太使安尼讲。台湾教师联盟吼，啊，已经创立真久，啊，我真足怀念创会会长林双部啦吼。啊，林双部找到位啦。好、哦，林双部伫彰化咧驾车吼、哦，我想计是彰化人，其实伊是彰化人，伫彰化做老师吼、哦。啊，阵啊，伊阵台湾咧演讲，到国外演讲，伊是不但全台湾出名，国外嘛足出名。我也捌介去日本，吼、哦，同乡会演讲嘛，捌去美国演讲吼，还伊阵啊讲百几条，全台讲透透，啊真出名以后，大家叫去选立委吼，爱、哦、有一个问题无法当选，因为伊的正名姓黄，大家知道林双部唔知姓黄，你知像黄土啦吼、哦，林露水的笔名。有改名、变名，但是是无改，所以会使去地政署、户政事务所改名去选举。林双部无多，伊就是姓黄吼，户口名姓黄，伊会当改名。户政事务所改名袂当改姓，啊，所以足遗憾。林双部伫彰化虽然名声足好吼，啊，比我较有出名，我彰化有选了，定选无掉吼。伊比较出名，但搁较可惜，伊无都选，因为名称的关系，所以你以后要改笔名，拜托是唔通改吼，是唔通改吼。教师联盟伫即几个会长以来做足侪代志，恁台湾最近，尤其三十年来，咱足侪思想观念，伫国民党是特别转变做咱台湾的时代，咱台湾人的观念去看即个历史地理。看这世界，看这史书吼，拢爱靠足侪人，除了媒体以外，真侪是靠学校、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小学老师都真重要。所以，阮教授教授协会，我嘛是会员。阮教授伫大学内底，伫真可怜的时阵，拢伫遐传播咱的观念。小学老师，啊，小学老师嘛足重要吼。小学老师至少要了解即摆时代甲国民党时代无共款，除了咱教科书爱改以外，除了教书以后，咱的上课的讲的话，上课历史的解说啊，课外活动拢真重要吼。所以教台湾的老师教师上较侪，比教授较侪吼。所以教书的重要性超过教授，所以教授协会重要性超过阮教授协会吼。所以今天会长真认真吼，啊，以前的几个会长到即摆为止，啊，所建立的基础吼，咱今年特别表现较好，哦，咱毋茫讲刷了，咱的会教师协会会继续努力，哦，替咱台湾的民主发展，去做较侪代志吼，啊，今天真欢喜来遮参加，受邀请来遮参加。咱祝咱咧台湾教师协会、教师联盟啊协会、教师联盟排协、教联盟会不发展啊，各位在场身体健康，咱台湾会当独立过进步。你看，人个乌克兰迄种国家吼，会当抵抗苏联，唔是苏联，俄罗斯有种结果吼，可见就是讲，袂晓讲全世界无咧关心吼。像美国对乌克兰也无啥物利益，伊就咧关心台湾对来讲很重要，更加关心。所以中国要拍台湾免受吼，啊台湾的问题咱家己解决，台湾内底代志也需要足侪代志，思想的改变、制度的改变、宪法的制定，等等足侪代志，咱教师协会爱负足大的责任吼，大家共同努力。多谢各位，多谢，谢谢。奖学金，好，多谢资助，多谢资金。咱后头来先看一段姚嘉文资金伊写的册介绍影片。姚老师，现场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姚老师讲，伊写一本新册，叫做《1971新威龙联合国》，送来给我。我提起我去，我就用一年的时间甲看完。
体内底有真侪宝贝的资料，咱上尾的文字嘛写得真水，必定爱介绍给大家来看。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的国际文，造成长久的影响。姚老师这本册，予咱重新去看这段历史。所有关心台湾参与国际的朋友，拢会使透过这本册，更加了解当时联合国运作的情形。加入联合国是真侪台湾人的愿望，咱嘛一直咧拍拼。这几年来，台湾的经济表现和防疫的成果，都受到世界的肯定。亲像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都有真多的国际上的朋友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咱用心当政，台湾是一个有能力、有愿意付出的国家。台湾若是会使加入联合国，必定会为世界做出更加多的贡献。我要感谢姚老师甲伊个团队重新提这么多个资料。姚老师伫疫情这段时间，嘛是配合防疫，无拍拍照，搁在厝个内底认真。不过，实话，三个的公司实在是互我真佩服。不管是为台湾建民主，还是要予台湾建出去。咱姚老师拢付出真多，真勇真奉献。我希望姚老师能再继续下去，甲咱大家做分享。咱继续做伙来拍片，多谢大家。好，咱今麦吼，请咱的台湾告诉联名的李叔李瑞明老师的孙啊，叫李生阳小朋友。啊，李生阳小朋友是小学5年级，好，啊，伊今日要台语朗读的物件叫做导灰，好，叫导灰哈，啊，大家来拍鼓啊，来鼓励一下，来鼓励一下，这就是阮台湾告诉人民一直在推广，爱和咱的少年囡仔，和咱的囡仔，和咱的孙啊，可以台语，讲台语，啊，自细汉都教伊。啊，伊就会予伊上台的机会，让他练习台语。安尼就是咱后摆台湾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会更正常化。好，感谢。来，李生阳小朋友，请你往这边走，加油哦！大家好，我是李生阳，我今嘛要台的题目是豆花。修理西窗，房仔门换玻璃，有歹去的冰箱，乌多麦摕来卖。豆花，好食的豆花来咯！细汉跳来时，拢会转去基山内门，甲阿公阿妈住做伙。透早目睭也袂天金，就会听到外口一阵一阵欢笑的声。我上期待的就是听到豆花，好食的豆花来咯。这时，随对眠床顶吊起来，总对门口去，让阿公买给我吃。阿嬷打不时就讲我真枵晒，乱情啊，响几波拢叫袂精神。囡仔听到卖豆花，哼哼咧喊，随就爬起来。哎呀，阿嬷，你就唔知这个豆花的滋味软硬甜蜜，骨溜煞脆咧，予人食了会笑脸，是别位拢食袂呢。那讲到内门这个神秘阿伯的豆花，真正是我咧操蛋的。豆花看起来是白泡泡、高嫩新鲜，小块黄核啊黄核的豆啊色。甲卖送甲脆，就闻到香滚滚的豆奶香冲过来，把豆花堵对嘴里，哇，感觉像油气啊！嘴内嚼是黄豆的香气，通过你的嘴气香，豆渣滚落去巴肚内。豆花白豆花，无红豆、绿豆，也是薏仁正的五花杂色配料。甘豆啊，淡薄啊，光甜的糖青啊，
三瓜右边就让人心凉鼻透开啊，吃下去整个人都轻松起来。这个神秘的豆花饼又不知道搞怪，伊无固定时间出现，着准拄煞，连行的路线嘛，互人三无炸。常常有人伫街仔路踅呀踅，就是等袂着豆花饼啊。讲嘛奇怪，大家都拢真有耐心，今仔日买无，明仔载阁继续揣。免啊，当着随楼顶就楼卡，厝边隔壁街头巷尾放上通知，大家随三步做两步走，甲豆花摊位甲强买袂穿开。有的人哪只哪伫遐开讲，有的人是一碗食了后搁一碗，豆花白无闲试尝，一桶豆花目一年就剩无半桶啊。这时豆花白就会开始撒伊的胆，稳稳啊行，嘴哪化，规搭拢互恁食了了啊，别位的人客无通食咯。我后来发觉，除了是食伫厝的滋味以外，其实大家食有搁有另外一种味，是人做伙开讲卫生的滋味，互人心情靠放快乐的滋味。多谢。哈、啊，伊讲了好无？来，小弟呢，姚主任要甲你讲话。在中华的啊，在中华哦，伊即卖是中，唔是在中华的哦哦，关怀文教基金会是中华的，感谢感谢姚资政，哎，好，大家拍破一个，哦，我刚刚哈，我看到安尼少年囡仔安尼，咱的吼后一辈啊后一辈吼，安尼念台语吼，这就是咱台湾的精神啦哈，安尼你生养的小朋友，我们台湾教师协教师联盟。赠送你500块奖学金，谢谢你今天的帮忙，加油，谢谢。啊、阿公要找阿公要找你啊，阿公要找你。你是中华的孙，有我了讲有这个啊。这是去咱遐参观，啊我啊我摕到的。哎，是我们才会，所以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照个啊，各自证？那个麻烦那个工作人员资证跟李瑞明老师跟他的孙亚要拍一张照片，来麻烦。好温馨哦，啊，来去证。另外一个台语哦哈，啊，这个你想你这个是豆花，啊，这个你想要念啥？洗身躯。洗身躯哦，哦，伊讲啊，这个伊要念洗身躯哈，啊，咱咱希望明年搁看到你生养小朋友，替咱讲台语好嘛？好，感谢伊。好，小智正还给他一片名片呢，哇，那么厉害，好厉害。之前就拍谁呢？我跟他哈，跟他。他拿的那个 L 夹哈，是阮关怀基金会伫彰化办台语文大语文园区送的哈。伊有去彰化，伊有去彰化参观，所以发现各位朋友，若来彰化参观大语文园区，阮会送这款的物件哈。啊，囡仔学大语哈，来欢迎各位哈。好了，好，谢谢。好，感谢姚资政哦，就温馨的一个画面哈。好，那今麦要邀请自县委员会，自县委员会的宋承恩教授，宋承恩教授，真侪人可能伫电视拢有看到伊啦哈。啊，今麦咱请宋承恩教授跟咱大家讲几句话话好无？好，感谢自县委员会。各位前辈，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致县基金会这县基金会上请问宋承恩，好，代表我们董事长辜先生来向大家致意。好，各位前辈，谢谢大家，谢谢。那个
我的女儿最近问我，因为她跟我学英文，她发现呢，我还蛮会英文的。她说，你为什么会对英文这么有兴趣啊？我说，那是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非常认真，然后呢，我受到他的启发，从此呢，我对英文就这么有兴趣，然后我就一路自己学下去。他说，哦，这么早哦？我说，对，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各位都知道，我们从小所学到的东西会跟着我们一辈子，这是我们人格形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边呢，代表我们志宪基金会向各位老师说，各位真的辛苦了，帮助大家，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谢谢大家。第二件事呢，是最近乌克兰这边有冲突哈，冲突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主张，俄罗斯说乌克兰你是我们的一家人了，乌俄是一家亲。那可是这个是一个扭曲历史的情形，因为其实乌克兰是比俄罗斯人更早的，更是始祖的，所以乌克兰是兄，是哥哥，俄罗斯其实是弟弟，但是因为俄罗斯比较大。那我以前跟各位拜托一件事情，我们最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年轻人中间用中国的软体很多很多，用抖音的，用小红书的很多很多。我也问过我女儿啊，说这怎么回事，她说啊，没关系啦，那个就是大家觉得有兴趣，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台湾人，他们是外国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拜托各位老师注意一下，就是说跟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同学讲说，你可以用，但是还是要有戒心，不要全部接受他们的观点。比如说两岸一家亲啦，大家都是中国人啦，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啊，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要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就是台湾人，好，我们就是勇敢的台湾人，好不好？拜托各位帮我们注意到我们下一代的那个心理的健康，好，谢谢。那最后呢，我们讲一下我们志宪基金会哦，我们是要建立台湾为名的新国家，哦，我们要一个新的宪法。我们现在的宪法呢，不是我们自己定的哦，台湾人民还没有机会自己定一部宪法。那我们现在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底下，这个宪法又是不能动的，因为那个修宪的门槛非常高。因此呢，辜先生就创立这个基金会说，我们来做一部台湾人自己的宪法。哦，我们一步一步在做哈，我们今年会开志宪国事会议，邀请各位，邀请社会各个阶层的团体人民来参加，我们一起来凝聚一部新的宪法。这件事情在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中间呢更重要了，因为国家的边界是重要的。乌克兰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支持他们？因为大家觉得说不可以侵略，这个不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这是全世界的事情。今天台湾也是，台湾不是台湾跟中国的事情而已，台湾如果受到侵害是全世界的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来一起来确立国家的边界，我们来一起创建我们自己的新国家。谢谢大家，祝福各位，谢谢。多谢志宪基金会的代表的演讲，多谢宋老师。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志宪基金会辜宽敏先生在讲志宪基金会介绍的影片，这样。我不该多对哈，去美国参加国际的这个舞会比赛。这舞会比赛是前一天，就是咧决定吼会议啦吼，啊，对 ABC 开始啦，24个国家参加啦，啊，我的代表就是 United States， 啊，我看一排也是 Republic China 是 All 嘛。所以因差不多会讲到我吃，已经差不多二十个国家讲了，我就开始讲。I came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My name is Ku Fan Ming. But we call ourselves Taiwan. 我讲你最后讲 ，we call ourselves Taiwan， 这完蛋了，无讲 next 啊。这点点呢，
因有几个吼，伫后面啊，徛伫后面开会，差不多五分十分就结论啦。伊就讲李小柱哦，是非常抱歉，因为阮这预算不够，三个人全都预算死啊，哦。But from this moment, we call you Taiwan. Oh, I need to be a good girl, we can't pop one.好，真感谢哈，因为陆陆续续，那我就是贵宾哈，为外面过来哈，啊，今嘛，咱要请，咱要看一个犯讯率监察委员的这个影片哈，啊，等一下他会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看一下犯讯率委员监察委员的影片，我们有准备，真的，我们很努力，感谢。其实我们以前求学的阶段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元自主的学习方式，那老师基本上是以授课讲述为主的，那即使连实验也很少动手去做，所以现在小朋友是很幸福的，我们有这么多可以透过动手做，然后透过生活中发现问题，然后透过你的探究找寻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棒的时间。喂，谢谢范训律监察委员特别来咱的台湾告诉联名阿姨哈，侬哎范老师，对，谢谢，嘿，啊，真感谢哈，范训律委员侬是就支持咱台湾告诉联名，嘿，所以我的，尤其是今嘛范训律委员，特别是在监察院的人权委员会，哈，大家可能知影讲咱台湾告诉联名最近咧推动的就是人权教育法，哈，人权教育。人权教育这个物件，对于台湾告诉人民，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东西。去年我们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参会。那么，去年我们告诉人民还在继续在工作。我们去拜访监察院，我们去拜访了立法院，我们也拜访了刚刚的范云委员，我们也拜访了陈廷飞委员哈。因为精神敏感是需要很多的方面来琢磨，所以我们台湾告诉联盟这个保护系一点都没本了哈。所以三十年前台湾教师联盟为了台湾的民主在奋斗，三十年的今天我们也是继续在做这个事情，永远都不会变啊。这是我们台湾告诉联盟对大家的一个这个 promise 嘛哈，因为每一张餐券，你们购买的餐券，我都点滴在心啊！这个时阵，我要特别讲田妈妈的故事。田妈妈今麦在啉水哈，我要讲一个田妈妈的故事哈。前几天我去田妈妈的厝，摕一个物件，我要回餐券。田妈妈倒讲，你都叫我李老师啦哈。伊讲李老师，我吼，我今麦大家吼，经济人拢都是讲餐券就拍卖，也唔过。我带你先提五张，我去卖，我帮你推销看看，看会当带你告诉联名多一点点的赞助不？啊，今仔日田妈妈一来就同我讲，李老师，我五张拢卖完啊啦，啊，我感谢田妈妈啦，来拍婆啊一个，好，来拍婆啊一个，好，真感谢田妈妈为着台湾告诉联名一直在拍拼哈。今嘛咱好，即马咱先看一段咱民进党社配分发言人的影片。啊，等下咱较请发言人上台替甲大家讲几句话。过去的
谢佩芬所赏。Surprise！ 就是因为前几天刚好是1月11号，就是我落选一周年，所以我其实最近在想说，哇，如果说差不多一年多前你问我说我会出来选立委，我真的会觉得你疯了。然后现在就是会觉得说，哎，其实这里是一条，我觉得是一条我可以走的路，不后悔。对，不后悔。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事情是不可能，所以大家都会说，哦，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任务。那尤其像我在大家去选立委，大家觉得那个 key 叫，这就是炮灰。但是我觉得，impossible，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I'm impossible， 是、okay. 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就上周讲说 impossible， 但是把它断点说 I am possible， OK， 所以就是蛮无限的。是 OK。好，安尼续落来，咱就邀请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发言人，即马来上台，甲大家讲几句话。谢谢我们台湾教师联盟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我们的 Amy 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各位的在座的各位贵宾哈，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谢佩芬呐，谢佩芬哦，人拢讲叫我阿芬呐，还是七八芬呐，拢会使吼。那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来到我们台湾教师联盟的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吼，看到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我非常非常开心。刚才这个放的影片哦，就是在讲说，我不知道你们还帮我做影片呢，很感动啊。谢谢 Amy 理事长哦，啊，就是在讲说我去2020年的时候出来选立委啦，选这个台北市大安区的立委哦。那大安区打给妈妈。怎样？还有张富美张校长好哈，那时候好多前辈都有来帮我这个一起扫街哈，或者是说来帮我一起拉台啊。今天是感谢哈，那大家嘛怎样跟我台湾哭喜台湾起哦，就其实整个台北市都很蓝啦，啊不过台湾哭就是共鸣洞哭啦，哦啊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的支持哈，我也拿下了将近76000票，是我们民进党，谢谢，感谢大家哈，今天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啦，是咱民进党在台湾哭哈，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率跟最高的得票数，那佩芬也一直都非常非常感念大家的支持，那虽然说后来就是选输了，但是呢就是小英总统的这个照顾啦，所以佩芬现在在民进党的中央党部担任小英总统的发言人，那就是呢也是每次就是我们有这个活动的话，佩芬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跟大家见面，真的是感谢大家的照顾，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未来呢也拜托大家能够一起我们跟小英总统在南蔡英文总统的带领之下，我们台湾现在不只是给国际上大家都看到，疫情大家都搞不清楚台湾跟泰国有什么不同，还是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可是现在大家知道说，台湾就是台湾，那这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台湾人大家共同的努力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未来路还很长，那在我们这个台湾我们迈向一个正常的给人家承认的这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的路上，我们在大家再继续一起加油，继续一起前进。那佩芬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小英总统，还有我们的民进党中央党部来感谢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感谢大家，那这就是我们过年刚刚过了，所以也在这里拜个晚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虎虎生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佩芬真正一鞠躬，谢谢，谢谢，谢谢理事长，谢谢。OK， 啊，今嘛吼，就请大家看一段，等的是迄个预备部分，啊，今嘛就请大家先看一段，这预备老师的作品安尼，会介绍安尼。梦在生活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你最有感觉？然后以后你就来不及去画，你甚至可以用心里面去画。我不是说很独立，没有可以画，我是很那个要感觉很画的。
个月，你叫我来帮我讲什么？我讲，你干嘛在这边？还想干嘛？一直在我这里坐，我每天都好，但你我没有干嘛。然后了，停止下来了，好像辉煌不可。咱即马邀请咱的李传新社长、甲李慧生理事长来替大家预备。好，进步真济啦，预备吼。好，多谢。咱今仔日有两百道吼，啊，要来做一个预备。啊，这是咱陈来兴老师吼，啊，伊的画作。来兴老师其实是台湾的宝吼，啊，嘛是咱教师联盟的公认吼。伫咧九零年代进前吼。其实伊都是真有名的一个画家，啊，咱台湾吼，要讲伫咧这个战后吼，上有反抗精神的画图，第一个可能李石樵啦，那大家讲清楚吼。第二个应该是陈来兴老师，伊图被誉为是台湾的梵谷，可能嘛不输梵谷啦吼。咱台湾的图内底吼，伊本身啊是深入民间。和土地和人民结合的一个画作，
啊，伊思想真清楚，就认同台湾，啊，期待台湾有法度做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啊，这是医生追求的这个方向。啊，伊都伫咧过去咱党外世界甲民进党真济活动内底吼，拢真济人咧拍卖吼。甚至是海外，也有真侪咱的朋友吼，啊，咱遮的啊好朋友，因咧厝内底都典藏赖清老师也多做公营，包括咱致宪基金会董事长郭华明先生，伊的办公室内底有100几百号的图，哇，迄是真精彩啦吼。所以今仔日真荣幸吼，咱来画这个两幅图吼，来，第一幅是这个。叫做椰风海运啦，椰风海运吼，是海边啊一个风景，嘛台湾海边啊上有特色的一个风景吼。啊，这个图吼，来看这里吼，伊目前差不多伫咧市面上吼，有真侪这个美术馆吼，都典藏吼，差不多一张拢超过100万左右啦吼。啊，伊一幅拢超过2万到3万左右吼。啊，今天当然就是为了我们台湾教师联盟吼，他这个拿出来啊来做义卖。哎，这幅图起价是6万嘛，哈，6万，6号6万哈。来，咱敢有朋友来喊个价钱好不好？6万起跳吧，6万，有没有人？6万，看一下吧。老板，举手好不好？我看看有没有。来，老板。来 ，OK， 来，我来，我理事长 ，OK， 好，来，卫生纸，来，老板，好，有没有增加的？有增加无？要听无 ？OK， 好，老板，第一声，老板，第二声，哦，阿彪来，后面，多少？挂不清楚，叫反光，哦，6万 ，OK， 6万 ，OK， 好，来，6万。好，第二声，就叶美人讲给他 ，OK， 好，第三声 ，OK， 那老板陈家来，麻烦谢谢，然后为那朋友吧，麻烦一下陈大清老师、高野夫人、秀美老师来，我们跟那个理事长一起合照一下，来，后面那个朋友来，刚刚有举手了，麻烦一下吧，快点哈，谢谢，争取时间哈，麻烦，快点哈 ，OK， 好，先放手。一起照好了。好，咱就往第二幅图，第二幅图来，拿过来一下来。哦，这一幅啊更精彩哈，几乎咱把它命名为安安静静哈。安安静静代表讲台湾人的这个心声啦。安安静静很大声，安安静静很有力哈。咱点将去走哈，啊，伊把台湾这关啊静物哈，把它描绘的哈啊如许哈，栩栩如生的哈。这幅图看一下哈，啊，这一幅画哈，等一下来。10万块哈，底价10万块，十万块来，来，干部郎，五郎，来，有没有10万块来？10万块来，10万来，有没有来？不要客气哦，来，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都很多董事长啦 ，OK， 看他们起个价来，10万块来，干部。好，我们来会来 ，OK， 会来。我们刚刚他没有拿，没有抢到那一幅画了哈。来，我们李慧生理事长，怎么扣？还有没有来？没有哈，来 ，CMCU 来 ，OK， 回来，怎么扣？点一下，跟我个警戒。好，点一下，不哈，回来10万块，李慧生恭喜你来。来，刚刚我们第五话来一起来照相好了，来，谢谢，来，连快去找我，来，谢谢他们哈，谢谢两位买主，我都香。
谢哈，多谢那两位买主，多谢蓝英老师啦，啊谢明老师哈，啊提供 ，OK 好，那两本哦，伊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啦哈，画册，这本是迄个江淮迄个康源吼，安来兴的文理甲伊的图画册内底，伊去甲顶甲迄个重新编辑的，啊我。我记得伫坐高铁要来时，我看到后壁有一个林亚明老师写迄首《唔通嫌台湾》吼。林亚明老师伫1988年甲来兴因同齐，受迄个台湾同乡会的邀请去巡回访问40天。啊，所以林亚明内面后壁写一批，我记得伫高铁才看到，吼，无伊之前写。啊，我拢唔知，啊，搁后壁搁一篇是，宋哲来，宋哲来甲来兴访问的，即拢伫去，1989年，哈、哦，1989来兴有一个，农村520事件的，展览的是，因发表伫迄个杂志报纸的，啊，我是会记伫安中华街。你迄个坐高铁就火车顶，我再详细甲读后壁迄两篇，哈、哦。啊，我有阵都我去抄到，因为这是诚心出版的，啊，我迄阵有甲顶上外学生，啊，都出来顶，长晓得讲有五本，啊，我想等我先载两本来，哈、哦。嘿，好，我等坐高铁。好，多谢来兴，好，来兴社会这里包厢啦，哈，多谢，好来。喂，嘿，真感谢大家哈。我要开始哈，进前哈，因为阮爸爸哈，迄届同我讲一句话，伊讲 ，Amy， 你顶一届你无同我介绍，我无欢喜哦哈。所以，如果我有一点点小成就的话，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啊。我的爸爸是坐那边，底下。OK， 大家爱笑一下。我爸爸今年90岁，啊，也是大家看到迄个小英总统即个礼拜的 Facebook 的迄张相，就是我的爸爸。啊，迄张相，我感觉爸爸是永远不变的坚持台湾的人权，好，一直安尼行落去的人，好。好，即马后一个部分哈，我要甲大家讲一下。今年阮台湾教师联盟特别为着即届诶30周年，有一个特刊，啊，特刊的内容有我们的宣言，啊，我来读一个我们今年30周年的宣言，给大家。教师联盟39年的宣言，阮是一场认同台湾民主教育佮关注人权发展的教师。伫个成立台湾教师联盟39年的今日，要答全体进来的国民，台湾国的国民报告，咱今后要做的物件。伫个校园内面，阮的一本精神的教育的态度。从事培养认同台湾民主精神甲教育文化的工作，阮坚信人权的发展甲熟悉台湾民主的精神，是咱全部台湾全体国民应该有的认知，甲应该有的国家基本的价值。阮秉持专业的自主教学、厚重崇高的人格行为。学生好好的帮佣，校园外我们将推展一系列性的演讲、座谈、研习等教育的工作外，要各位配合跟其他与会团体尽心尽力，共同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建立安居乐业、长治久安的社会。阮坚持对教育不变的初衷。奉献心力，培养阮优秀的后一代，育人育己为主要的使命。
我们很荣幸有种荣幸扮演台湾在教育这个路的园丁，在追求民主、自由、甲人权发展的普世价值上全力打拼。恳请各界支持市政。2022年3月，台湾教师联盟，感谢。好，今晚稍等呢，我会逐桌送给每一位我们这次的特刊，还有一个我刚刚是比较就是为了这次的30周年，我们准备了一个纪念的杯啊。好，哎，记得记得，哎，那个你们帮我把杯子打开一下，帮我打开看一下。那个好，来这边。那个玉贤，这样就好。嘿，你帮我开一下。小弟每个人在底下都会看到这个，这边是台湾教师联盟的 logo， 30周年的纪念，2022-03-08，刚好三月八号，好，三月八号刚好，过几天就到，刚好30年。另外一边，阮就是阮三台湾教师联盟的一个最重要的 slogan 哈，今日的教育，今日的教育，明仔在台湾，今日的教育，明仔在台湾。啊，阮即卖是白领国哦，双语哦，跟小英的政策一样 ，Today's education, tomorrow's Taiwan. Today's education.Tomorrow's Taiwan， 感谢大家，我稍等会亲自亲手送给每一位来的来宾，您都是我的贵宾，感谢。
到咱肖立群老师来替大家表演萨克斯风。啊，因今仔日要表演的歌曲有《四季红》《四季红》《望春风》《月亮代表我的心》甲《绿岛小夜曲》，请大家来欣赏因的表演。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台语没改练顿，所以 我用华语来介绍一下。很高兴来这边，因为我是温桂林校长之前在建中当主任的时候的学生，那时候在建中的时候受温校长很多的照顾，所以这一次就是有这个知道有这个活动，然后跟台湾本土教育很有关系的活动，所以就跟我的伙伴一起来这边为大家表演几首属于我们台湾自己的歌曲。那第一首带来的是《四季红》，谢谢各位。
Thank you.
精彩的表演。啊，即马咱就欢迎阮校长、咱小演组甲的老师来上台替咱讲几啊句啊话。啊，国训连三十周年吼，咱非常感谢遮侪贵宾，咱遮好友、遮老师要转来吼，来甲咱做伙来欢喜庆祝。啊，拄啊小丽群啊，啊，这是建中啊，咱乐器队吼真优秀的这个学生，啊，因拢读台大毕业，啊，真对音乐有兴趣，啊，继续建合作伊音乐的这个的成果，安尼感谢大家，吼，啊，大家在欣赏，啊，感谢大家。安尼，今嘛。今仔就请阮校长来发红包给这两位来表演的演奏家，请大家打花鼓励一下。Thank you.
还有最后一趴，还有一趴哦。对对对。
即摆我要请咱台湾教师联盟的李干事甲工作人员，请你摕你的杯仔来，我们要跟大家敬酒、敬茶了哈。那个怡峰，来，其中啊，彦博，阿兰的前辈。李瑞明老师、黄春义老师、李荣吉老师，啊，黄春义老师、阿温校长，好，请大家，我们排一列。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威佑、分信老师，帮我拿一下杯子。来，那个瑞贤。好，大家排一列哈。好，那个晨星，来。你的头刀给我炸了。哈哈哈！真是，真是蔡信老师。蔡信老师，你爹吗？那个黄维仁老师，黄修仁老师。黄秀来啊！啊，跟林振福老师，啊，那个常昌老师，张校长，那个张荣杰校长，快谁？张杰荣校长，快谁？哇，我点点列名，麻烦要提醒我一下。导回阿光现在出名了。好，每一个人拿着你的杯子。不要提起来，好，啊，小弟我会讲，台湾教师联盟39年，啊，麻烦大家代我讲生日快乐，啊，三届哦，哈，差不多了吗 ？Everybody ready 啊，哈，台湾教师联盟39年，生日快乐！台湾教师联盟39年，生日快乐！Taiwan teachers。Happy birthday, 30th anniversary. Happy birthday. 感謝大家。真激动哦！煞话讲袂啥出，才看到安尼姐姐为咱台湾拍拼奉献的时段哦。啊，即马拢总敲门追求咧，但是对台湾咱愈来愈有毋忘，愈来愈看到曙光哦。啊，咱来继续拍拼啊！等教出人民，伫咱台湾是扮演一个教育的角色。啊、哦！今仔日的教育，就是明仔载的台湾，所以咱特别拍拼。啊，就讲，予咱的少年呢，会当了解认识台湾，就是咱的祖国。咱出去以后，每个再去找祖国啊！台湾就是咱的祖国。谢谢。好嘞，那感谢那黄春义老师哈。大家咧要讲。我介绍黄春义老师姐，伊是阮台湾教师联盟挂上分的老师，伊是挂的屏东屏村，哈，大家来拍鼓啊姐。我咧特别讲黄春义老师的原因哦，我也记去年，前年啦哈，我是加台湾教师联盟的理事长的时阵哈，有一天。透早分开会，差不多中昼开，早起也是中昼开会吼。黄春义老师真早就到，我开会的所在，啊我就问讲，黄
老师，啊，你为屏东啊，你安怎来？伊讲我昨暝坐夜车来，伊伫个火车顶头困，啊坐夜车来，啊我听伊安尼讲，我目屎要流落来。台湾告诉人民，就是安内老师一直坚持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一直咧拼这个台湾教育部分。啊，黄春玉老师，我嘛同大家讲哈，因为我讲黄春玉老师，因为你住较远，啊虽然阮人民无啥钱哈，但讲阮人民应该爱付你车嘛，就是交通费用嘛哈，这样子比较不会让我觉得难过哈。黄春玉老师跟我说。我不拿你们的交通费，我们联盟已经很没钱了啦，哈，他不跟我拿钱。后来我说，那我都不好意思，你都为了联名，我愿意走，我愿意走。啊，所以大家来拍节目啊，这就是咱台湾告诉联盟的名字。哈哈，这一个台湾国的国民哦，应该爱尽台湾国的国民义务啦，这是义务之一。谢谢黄春玉老师哈，啊我刚才到家，咱苗栗，苗栗，哎，老师，那个阮文慈老师，阮文慈老师，阮文慈老师，还是那个叶，那个蔡秀菊老师，请你来头前一个好吗？我足希望会当甲你，请你来讲几句话话吼，来请。来，阮文慈老师是我们叶雪纯林双木老师开始的创始会员哈，应该三十年哈。那我们请阮文慈老师刚刚大概讲几句话喂，感谢。丁妈妈哈，丁妈妈，你好，你好。我无啥物话好讲哦，我是迄个就是创始，我毋是创始会员吼，我是1994年来参加迄、那个告诉人民吼，啊我嘛捌做过告诉人民的这个秘书长，啊甲副会长，应该是安尼，哦多谢。阮文慈老师就客气了啦吼，搁再听伊讲吼，是跟咱这林创部老师吼，不要逃不要问啦吼，安尼是就感谢大家吼。啊，今天我们今天的教师联盟午餐餐会，真的很感谢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聚餐哈。一个成功的联盟，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做，是大家的一个 teamwork。啊，台湾告诉联盟一直秉持着这个目的哈。两年前我打大家讲，两年前我是临时受命来清理战场，啊，两年以后。我已经不需要跟大家回系列了，因为台湾教师联盟一直在往前进，所以刚想打给阿马哥。今天如果今天的餐如果不够好的话，我下一次会进那个改进哈，再告诉我们，我们会一直在进步。阿马哥打给哥哥。今年半前，我的台湾教师联盟的募款餐会是23桌，今日咱28桌爆桌，谢谢。谢谢哈，啊，我算一下，安尼有加两成啦吼，安尼就是讲，这两年来，台湾告诉联盟有认真，啊，让大家更肯定，啊，所以感谢大家这个无回，真感谢大家，嘿，谢谢老师。